腋下毛。你看，真的掉了，完完全全的掉了，很干净哎，没有毛了。它其实很好擦，然后你看现在干净。我刚刚设定十分钟而已，然后一下擦一擦就掉了。它味道其实不会有刺鼻的味道，擦一擦摸起来不会粗粗的，有点滑嫩滑嫩感。来等一下时间要亲我的妹妹毛。